我的新凉鞋好看吗？凉鞋上长出三朵花，真是奇观啊！凉鞋上有三朵花 ，sandal， S A N D A L， sandal， 凉鞋。妹妹的话在自然发音上面，她的反应是稍微慢一点点，所以我就开始在寻找市面的一些教材。酷酷龙刚好就对了他的胃口。我最喜欢前面的影片，开心的时候顺便背起来。让他的每天回来都会想说要去看卡通影片，不知不觉当中就深入他的脑海里面了。花一定的钱，但是得到的一个很棒的效果是非常值得的。谢谢酷酷龙，让我们爱上英文。人脑在处理图像的速度比处理文字的速度还要快6万倍，透过传统方式学习时，专注度也会随着时间大幅的降低。若是透过图像、声音的记忆方式来学习，能让你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下学习，是一个 CP 值超高的学习方法。此外，酷酷龙还附送独家0800免付费服务专线，提供您专属顾问服务，一对一制定专属于您的高效学习计划，以及免费线上教学服务，让您不必外出奔波，在家透过电话就能轻松练习。以上影片由酷酷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